视角，你找干一点的背景。天哪，太土了，跟那个农村家里的大棉袄一样。我跟你说，一样一样的，跟我老家的。你知道为啥不跳这首歌吗？因为我有长发。我马上就剪短。我也不是长发了呀。背影马上就剪短。你这还不算长吗？中长。这不算长，对我来说它就是短发。这对你来说，对对对对。哎呦！发给我要学人。哇、哦，这么棒！是不是好机啊？谢谢。赵鑫，快来。主要是你给你拍个美白吧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没有，马上噔噔噔噔。嗯，掌声。亚楠你好傻。再见，拜拜。姐姐哥，我玩一会儿，我就去收行李了。今天跟掌声的对话简直搞笑死。再见。来，哎，每次跟掌声在一起都能，掌声都能被我气到只说两个字，怎么知道？音乐奇缘的那个舞台剧吗？哦，看了。你觉得好看？这是我的牛奶，你也买的牛奶，我的。你们看都是英文，你知道吗？他唱中文我根本跟不上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跟不上。唱英文我还能勉强，对啊、中文没听过。当时跟想象中差太多了。是的。而且不好看，太幼稚了，他那雪宝做的跟啥一样。来，你们会唱歌吗？会呀、啊！啊，你们会唱？你们的合唱团。肚子大。啊。是干什么呢？直播吃胖子。你直播到零点啊？啊，对啊，你粉丝算直播一次领半点。嗯，你把一年亮值了。半年，哎呀，拍到徐仁的衣服了。那我们这样吧，这样还是有衣服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哇，好辣，胖子，我们好好吃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吧。哦，你的什么？你面熟了吗？我半个小时哦，面熟了也不会给你吃的，哼。换一口吧，我有劲大碗。不，我觉得你那个很难吃。没有，我吃挺香，他给我爸老干妈了。啊，我不喜欢吃老干妈。对，直播吃泡面。他不喜欢吃的麻油。对。然后他不吃麻油。我不吃麻油。我尝不尝用那个。吃麻油，徐源明天早上吃饺子呀。是不是？嗯，中午吃那个买的那个辣子鸡。是2块钱个辣子鸡。我今天去买电池了，回去可以把我以前买的，那种贝壳灯。他怎么还没好啊，徐仁？推荐泡面，我喜欢吃这个耶。这个是。上次晚上一冲动，差点买了两箱汤达人。这个是汤达人的那个酸酸酸酸的那个。拜拜，我走了，回去。拜拜。不是我天天带徐仁这，因为王鹿角他要排练，他们每天回来，他们还得排练。还得过一遍，然后我就先过来徐仁那儿吃个宵夜。他怎么还没好？好饿啊！过敏眼睛啊，好，已经好了，就是我可能是吃东西过敏了，然后眼睛就很痒，然后肿起来。哼哼，什么飘屏？什么网红衣服？这可是我等了一个月的代购，好吗？螺蛳不是螺蛳粉，肯定不是螺蛳粉，就是都是网路，他给我点了小龙虾，弄得我吃小龙虾吃过敏了，可能吃太多了。
虽然说这件衣服还有，好像还有一件粉色的，被某网删都快删烂了。但这个真的是我代购的，烦死了。十三香，我喜欢吃辣的小龙虾，但是我估计我今年不怎么能吃了，然后就偶尔蹭几口。怎么他们都不在了？徐然，真的都不在了，怎么就我一个人？谁叫我？嘿，你去哪儿了？爸爸去拯救世界了。哎呀，我这怎么破了？你咋了？我腿上破了。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哎，好生气，小兰。这怎么还没好？你是不是温特水不够热？我觉得挺热的，我就是外面那个热水。不是，那热水不是开的。我已经没有水。那怎么办？我不想出去了，只发个微博。晚餐公演前吃的，然后公演完就饿了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叫烧烤会更肥一点，所以我还是选择吃泡面。那你吧，我刚回来看到我的维他奶怎么在徐人？哦，你说这个吗？他因为我的房间只剩下一条可以走路的道，所以我要换床呀。多出了一个就是床那么大面积的地方，那我肯定就可以放东西了。在那之前，我所有的东大部分就是这个月是上个月开始吧，上个月开始很多东西都是放徐人这里的。收费收费。接下来就得靠你养我了啊！我下个月5月5号之前就得靠杨慧婷养我。对的，就是仓库。杨慧婷，我可是知道的哟。啊！我没有在说什么啊！你是不是听错了？笑笑。听到元旦那对的，今年眼妆不一样，发现了。徐人，有人说我觉得徐人好可爱，叫我快告诉你。好的，那你 ID 是什么？啊，没看到。没关系，徐人哪天开直播记得来看哦。他也不能吃，我真的很饿。徐人抓女犯凶，哦天哪，好糟糕，这人怎么样？哦，对，因为今天没有机长嘛，所以下一场公演关不掉。
感觉好像可以吃了，试一下。感觉这样逛好一点。北京巡演，我也不知道哎。我今天有拍自拍耶，但是，就是，既然直播了的话，那就不发了吧。正好明后天可以发哦，我上次游乐园还有存货，呵呵。五一计划就是，其实不是玩，就是回去要办证件。约你进来啦！哇，你在吃什么？哦，你在喝水。我还以为你在喝什么粥啊、牛奶之类的。集体出游不是？我们现在时间，哎，我忘记了。反正大家会集体，好像是要集体出去玩，但我已经不记得什么定的是几号。口红色号是。月式丰盈那个什么番茄什么，我前几天在地铁站买的，不是地铁站，就是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商城买的。昨天季看呢，我看到第九集了，对，哎，九集吗？八九九十十集，就是昨天更新的，没有看，是昨天更新的，我忘了。对的，徐仁又开始看纪晓岚了。徐仁，你过来吗？过来。为什么？徐仁的头发现在像狮子。真的像老干所待了一年了。而且还是古时候的老干。不让洗澡，旁边就放一个头。什么土？这叫回忆经典。对，我上次有看那个，那个吐槽大会吧，然后就正好是，演纪晓岚的那个演员，那两位老师过去。我就是看了半个。那个王刚，那个对对对，王刚老师说英文的声音真的太好听了，哦，真的很。很喜欢他说哇，王刚真的英文的声音，王刚真的演技太好了。希望自己的英文口语家之类的可以念得像老师那样子，特别特别好听的感觉。五号公，哎，我那天五号，对，五号公演应该在的，应该。我上次四月一号天天都不在，太算了，全新。真的吗？那我就，不能。不好意思，真的。我们下一场公演是29号对吧？没有啊。您看错了，应该是29号晚上。口红色号刚不是说了吗？月式丰盈的一个什么纯釉番茄色。螺蛳粉要煮啊，
而且螺蛳粉还得洗碗洗锅。哎呀，我的碗没拿回来。五号应该就还是正常的，跳犯罪吧。化学，我不太喜欢他的衣服。啊？他们问我，不考虑化学超女子吗？什么没看到？对峙跳的，对峙，穿不穿衣服？你很过分。对峙，看之后吧。应该有机会跳吧。他们都想跳怪兽，但是穿不穿衣服就放肆。今天圈套好看吗？今天我们穿了新的，就是它其实不是新衣服，是 B50 抱抱的衣服，然后那个鞋子是这么高的一个高跟鞋，然后因为我脚36码的嘛，它那个鞋37码的，我穿上去的时候一直在滑，然后就是本来就不是很会穿高跟鞋，然后今天跳舞跳圈套的时候穿那个鞋，我看谢妮也是好几次都差点崴的。我穿的是许杨玉卓的，谢妮穿的就是她自己的。来一个弹幕，看这本书的起码20岁以上。我看的，对啊，你就是20岁以上，你不是21吗？对，老了。他，哎，现哦不对，他们俩其实差不多，对，那两件衣服其实尺寸差不多应该，但是我别了超级多个别针。不是《还珠格格》啊，他看的什么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。有张铁林的声音，一听就感觉像。48了耶。这位朋友你瞎吗？吃面肯定是一口吃啊，怎么可能会一根一根的吃。之前不是说过关不掉下一场公演唱吗？不仅瞎还聋。我可以吃丹妮那个吗？我可以吃丹妮那个吗？今天怎么是最普通的披发？我这里分了一道，没有发现吗？是稍微不那么普通的披发。就给我看看你做的错，最多写了一个。
对，还有一个脚夹子，看到了吗？还有两个夹子，这是有夹子的，不那么普通的披发。好啦，这个辣椒巨大辣，真的。加一点，你会拉肚子的。我加一点点。你自己擦这么多，好辣！就是丹妮吃的都说辣，一点点，这一点点真见了鬼了。这么多？试一下传说中的袁丹妮都觉得辣的辣椒。能多放吗？也不能多。哇，闻着就很辣，我再多放一点点吧，不然没味道。试一下，我会唱戏也得唱，我不唱，你不唱。你要唱两段戏，我不会唱，再唱。咱们这儿没演员，您随便唱不唱？唱啊！我不会唱戏，那我不唱曲儿，哎，那你就唱曲儿，我不唱，那你唱什么？我唱戏，嘿，你到底唱什么？你唱啊！啊哈。玩脱了，是不是？你后面还加了吗？对吧？超了，玩脱了，穿上纸巾给我徐仁。哦，出汗了，一下就出汗了。啊，徐仁，快帮我打开一下！我在这杨慧婷这打工。很尴尬，我有点不住。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吧，再见。